快到下班时间了，你饿了吧？我先带你去吃饭吧。好的。可以去吃饺子吗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吃饱了吗？嗯，这里的饺子真不错。那我们结账去吧，这次我请你，你不用付钱。啊？在日本一般都是 AA 制的，中国呢？现在的年轻人一般也是 AA 制，但是你第一次来中国，按照中国的传统，我是东道主，请你吃饭是应该的。那好吧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Mm-hmm.